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头陀渊、小桃红为您播讲，陈东创作的《遮天》，后期制作小白菜。第84集，阳墓与阴坟。叶凡自语，很像自然天生的东西。吴清风老人曾经说过，有些重宝内部有天生的道纹，并不是人为积累上去的，与众不同，不可复制，是其强大的根本所在。难道真是天生的道纹？叶凡不能确定，他对道纹了解不多，只是心有疑惑而已。突然，叶凡感觉到一阵奇异的波动，他发现前路被截断了，迷迷蒙蒙，看不到尽头，有阵阵的诡异雾气笼罩在前方。与此同时，他听到了青椒震天的咆哮声，皇古世家姬家的大人物乘坐黄金古战车一冲而过，肃杀之气席卷这片崇山峻岭。暂封废墟，任何人都不得离去。九蛟拉车横断前路，姬家的大人物在山川地脉上刻下无尽道纹，截断了前路。另一个方向，九头麒麟兽拉着一辆玉辇，腾云驾雾，神威滔天，阻断了东方。同一时间，其他几个方位也传来阵阵相似的喝声，几位大人物将废墟封锁，不准任何人离去。叶凡心中一惊，感觉有些不妙，他急忙停了下来，不再运转道经所记载的玄法，金色的苦海归于平静，而后消失了。这片废墟顿时一阵喧嚣，众多修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以为几位大人物要大开杀戒呢。发生什么了？为什么不让我们离开？许多散修心中很不安，只有那些大派的修士还算镇定，没有露出慌乱之色。东皇人族之宝一直没有显现，几位大人物慌了。没错，阻断去路，是派人携宝而去。这五位大人物都无法寻到东皇人族之宝，其他人有可能得到吗？众多修士是一阵议论，当得知是为东皇人族之宝而封困了这里，大多数人都心安了下来，他们本来就对至宝没有抱什么希望。五位大人物在山川地脉上刻下道纹，封锁四方，而后回到了妖帝坟冢崩碎的地方，重新开始搜索。我东皇人族的至宝怎么无声无息？妖帝坟冢崩碎后，应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气势才对。五位大人物低语，他们并没有密语，根本无需掩饰。皇塔到底在何方？为何不出世？失踪上万年了，荒塔真的该重现世间了，为什么不见踪影？远处众多修士凛然，几位大人物显然志在必得，如果不能够寻到这件至宝，真不知道要封锁到何日。叶凡心中惊讶，直到现在他才知道东荒人族的至宝名为荒塔，光听名字就让人感觉非凡。许多大派的修士在议论，谈起这宗至宝的过去。据说荒塔存在了无尽岁月了，到底是从什么年代流传下来的，根本不得而知。相传与东皇同在，在这片浩瀚无垠的大地上更有生灵时，荒塔就存在了。荒塔到底什么样子呀？很多修士都不是很了解。顾名思义，自然是塔身。九重荒塔具有浩瀚莫测的威力，万古不朽，可镇压世间一切强者。有这么恐怖吗？纵然是你神威盖世睥睨东荒，也挡不住荒塔的镇压，不然怎么会被称为东荒人族至宝呢？自古以来，也不知道有多少盖世强者隐恨在荒塔之下，没有什么人可以挡住荒塔的镇压。前路被阻，叶凡无法离去，重新回到废墟深处。听到那些修士的议论，他一阵身亡。荒塔如此逆天，实在是让人心动。
就在这时，无良道士段德出现，快速地向叶凡这里冲来，整个人快燃烧了起来，速度达到了极致。刹那来到眼前，他满脸激动之色，哎，那块废铜呢？扔水潭里了。什么？无良道士满脸惊色，而后无比焦急，抓住叶凡的双肩用力摇动，哪儿个水潭？快带我去啊！叶凡顿时心中一动，难道这绿铜大有来头不成？初时他还以为与东荒至宝有些关联呢，但当知道荒塔为九重塔身后，他立刻明白绿铜根本不可能是东荒人族的至宝，与塔完全不沾边。废墟这么大，到处都是密林与山峰，我早已转向了，都忘记自己走过哪些地方了。不行，你一定要想起来。无良道士的脸色有些可怕，双目都已经充血了，抓住叶凡不放。不就是一块烂铜吗？你反反复复看了足足一刻钟，但最后自己扔在地上，怎么现在又想寻找了？那块废铜有什么来历不成？说了你也不懂，现在赶紧给我找找。无良道士没有笑容，此刻严肃无比，拉着叶凡就走。叶凡心中了然，看来那神秘的绿铜果然来头不小，似乎极其重要。无量他妈的个天尊，贫道怎么这么手贱，到手的东西让我给扔了出去。这胖道士脸色铁青，悔恨与懊恼无比，与不久前笑眯眯的样子大相径庭。叶凡心中凛然，感觉这无良道士现在有杀人的冲动，他不想往刀尖上撞，老老实实的向前走去。小友，你一定要仔细回想，如果能够找到那块绿铜，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什么。胖道士脸色严肃，郑重的叮嘱，一定要好好的回想起来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别再问了，再问的话道爷我就要疯了。胖道士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右手，我怎么这么糊涂，一辈子寻宝到头来却这样的有眼无珠啊。看得出他非常的自责，没有一点做作，恨不得将自己那只手给剁下来。我们是在这里分开的，然后我便看到你一直向远处跑去。胖道士将叶凡带到两人分开的那座山峰。对啊，是这里。我想想啊，走过哪些地方。叶凡不紧不慢地向山下走去，无良道士紧紧跟随，并不催逼，任他慢慢回想。叶凡走得很慢，他在思索怎么才能够摆脱这个胖道士。不知不觉间，两人翻过了三座山岭，就在攀上第四座山岭时，叶凡露出喜色。是这里。看着他手指的方向，胖道士的脸顿时难看了起来。这座山岭上有一个黑幽幽的深潭，寂静如石，没有一丝波澜，透出阵阵让人心悸的寒气。别告诉我，你扔进这深潭里了。胖道士的双目露出妖异的光芒，顿时让叶凡心神一阵恍惚，他隐约间觉得不妙，对方似在透视他的心海。在这一刻，叶凡一阵紧张，急忙集中精神，努力幻想出一幅画面，站在黑潭边将一块废铜扔了进去。胖道士的双眸恢复了正常，咬牙切齿，你这个败家子，我恨不得把你扔进去。不就是一块破铜烂铁吗？叶凡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。扑通一声，胖道士直接一个猛子扎进了深潭中。初时水下还有神辉闪烁，但不久之后便暗淡无光了。黑幽幽的深潭渐渐地恢复了平静。叶凡等了足足两刻钟，也没有见无良道士来。这缺德胖子该不会是在下面遭报应了吧？又过了一刻钟，水面哗啦一声轻响，胖道士浑身结了厚厚的一层黑冰，像是一座冰雕一般冲了出来。
本集已经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请在喜马拉雅搜索头陀渊讲故事。谢谢。